岛啤酒到处风行，为什么？第一，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他命 B， 所以常饮青岛啤酒不但不害反而强身，不但可以开胃健脾，还可以治疗脚气病、风湿病和肠胃病。因此青岛啤酒无论在什么地方、什么商店、什么餐馆都可以见到青岛啤酒，就是在家庭里青岛啤酒成为主人敬客的主要饮料，在公共场所里，在宴会上，青岛啤酒成了众口一词的必需品。是啊，青岛啤酒是流质的面包，既能止渴又富营养，常饮青